样子是这样啊，跟我叔叔家那餐厅一点都不一样。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可以打一下手，我打一下手特别厉害。今天不行，后厨的工作不是用眼睛看就学得会的。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跟着我，用眼睛看着。夏先生，马可先生好。嗯，这边请。这个地方还是不错，是不错。 刚做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你试一下。怎么样？你有点咸。一点是多少？跟家里的盐比的话，按照你刚才放的剂量，大概咸0.4克。Iris，这盐什么时候运到的？ 新到的批次，钱都不一样了，是吗？你要不要再自己查？不用，你查过就是标准。我去跟他们说吧。不用了，变个魔术。 一如往常的江前帆风格，没有甜品，没有带糖的饮料，甚至连调料里都找不到糖的存在。这没有糖，很奇怪的厨师啊，为什么？可能是觉得没有男子气吧。<笑>先生，餐盘帮您收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很奇怪啊，这个做法。乐乐。 吃完饭，要不要跟我去玩啊？高鲜念香肠，还有最后一道工序，由我们的主厨江先生为大家亲自完成。<笑>
放心，孩子那盆没有蟹肉。哦，那就好。嗯，高蟹酿香肠，从宋代起源，就应该有了水果与河鲜化合的滋味。不过在你这里却无限的突出了蟹的鲜味儿，还是阳澄湖的。<笑>可惜呀，阳澄湖的蟹虽然高脂肥美。 但是油性过大，倒是太红蟹，虽然少了一点油性，但是正因为如此，才能更好的和香橙的味道结合，使这道菜成为一个整体，而不只是蟹是蟹，成是成。多谢指教，请慢用。不要，快扔了。 扑过来！哎呦，快啊！扑过来！哎呦，快啊！扑出来！什么事？这孩子过敏严重，他吃的往那一份，他一会儿会呼吸不畅。紧张，听我说，不好意思骗了各位，你们所有人的餐点都不是蟹肉，是蘑菇。蘑菇？不会啊，蘑菇？刚才我吃的明明是螃蟹。我就是害怕孩子们吃到大人的餐点，所以擅自做主，把所有人的餐点都换成了蘑菇。 Enjoy， 没事。原来是怎么找到那道菜的？ 这就命。陈皮啊！嗯，就是他，挽救了太咸的高蟹香肠。你怎么想到这个的？陈皮有一种淡淡的苦味，刚好可以中和咸味，把它磨碎之后撒在菜品上，也不会破坏菜型。 这不厉害，厨师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纠错，但更重要的是要减少犯错。你刚才怎么不自己尝那道菜？我要是没尝出来怎么办？你尝得出来的。刚才都快紧张死了，你还那么淡定。这更简单啊，多紧张几次就不紧张了。去换衣服。 江先生，我花了蟹肉的钱，吃的却是蘑菇，这个账怎么算？您来玉轩吃的不是蟹肉，是我的作品。若您非要补差价给我，那就不客气了。<笑>果然是江千帆。好吧，我是来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儿子做的一切。 以我粗浅的厨艺知识，我也知道，一定是试验了很多次，才骗过了我的味觉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啊！作为父亲，你角色扮演的非常好。不过作为美食评论家，你好像不太有原则。嗯？你那毒蛇呢？<笑>对你这家伙，我毒蛇不起来。<笑> 喂，妈，不是妈，我是真没钱了，我上个月的工资都已经打给你的，这个月他还没发呢。妈，咱们能不能不打牌了？能不能不打了？我不打牌，我干什么呀？有整天不着家，我就这么点爱好，非要等我生病了才满意呀？行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办法给你凑。但是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先。喂。 喂，妈。
你扔铅球呢？少废话！快点！不对啊，我再试一下。 你一下都没有跳起来，看你扔的我都烦了，我们走吧。不行，我得成功一次，成功一次才能走。大哥，我是来带你放松的。哎，奇怪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不适合练打水漂。哎，想不到堂堂一个厨神，连打水漂都不会，好可怜啊！再说一次，我拿你舌头来入菜。 跟你开玩笑的，我就为了激你嘛。干嘛呀？做什么事都非要做到最好。如果不能做得好，干嘛做那事儿？有时候我真不懂你们，输还输的理直气壮。偏执狂啊你！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在打水漂这件事上，你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。我告诉你，还没完呢，走着瞧。 拿着，喂，意思？我可能是太累了吧？对，还真有点悬。多亏有林可颂在，我当然没跟他说。 不过以后我可能会更离不开他吧。知道了。哎。嗯。不玩了，走了。走吧，没有石头了。你刚说什么？没人赢你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 想通了吗？钱呢？你说，宁可松的味觉很厉害，是吗？嗯，是的，在杭州的时候。 江先生就发现他味觉惊人，想收他做徒弟。你们去杭州干什么？收徒弟啊。不光是杭州，我们一共去了5个城市。跑了5个城市，招了一个没有厨艺技术但是味觉超群的人当徒弟。 宋依然刚才给我发微信了，说要给我惊喜。上课的时候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啊。行。你说他们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他傻。我的意思是，进到厨房，你的注意力应该就只在厨艺上。还有你。对。我还挺拼。 你一点都不好奇吗？嗯。我对这人我都不好奇，我为什么会对他给了惊喜好奇？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应该好奇的是这几把刀应该怎么用。你请，你请。林可颂，谁让你带手机进来的？就这意思。 他给我发微信了，他到门口了，我给他开个门啊！进去，进去。林可颂。
이거 짜 줘. 이거 써. 서프라이즈. 진심 봐. 好惊喜啊！再见。哎，不不不，不是，你就不想一想我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吗？今天不是你生日，也不是我生日。你生孩子了？什么呀，我自己都还是孩子，我生哪门子孩子呀？是因为我为了庆祝，你终于成为我的邻居了。嗯？你还记得那个方向有两栋特别高的楼，左边那一栋21层，整层我都给租下来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生活圈子的人了，开心吗？啊，开心！哎，老姜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我和那个楚婷会经常来蹭饭的。楚婷也来啊？对啊，开心吗？那当然不开心了，离比赛时间近了，还差得远呢。哎呦，不就是个比赛吗？没事，我帮你。就等你这句话。来，你现在要帮他一个忙，让你自己消失在他面前。不是老姜，这就没意思了吗？做饭有什么难的呀？你来说。嗯，是挺难的，不过我觉得没有不过。回见。哎，不是，我刚来，就谢谢你酒啊。不是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林可松，去冷藏室拿肉。嗯，干嘛呀？今天教你做肉。住得这么近啊，奇怪，我为什么会说居然呢？他不会是为了我才搬过来的吧？还说没事儿，有我呢。他怕江千帆欺负我，还是没我不适应，舍不得我呀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门怎么关上了？有人啊。有事吗？不是，这门好坏了，它关上了，你给我打开。哎，这门怎么坏了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你别闹了，我这里边怪冷的，你快开门。我没闹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去找人来救你啊。你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我没走，你在受罪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你快把我放出去！啊，我提醒你一下。里面都是一些食物、肉类什么的，对蟑螂、老鼠那些肯定会有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说不定还有蛇呢。啊！怎么有了蛇了？冷静下来吧。我告诉你，听清楚。以后你要是再敢破坏规矩，这里就是你新房间，听到没有？林可松，我知道你听得到，说话。林可松，大爷，你是，老婆辛苦了，怎么样，好找吗？嗯，还挺好找的。走吧，我带你参观新宅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真的挺棒的，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，超乎我的想象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两个卧室，你一间我一间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好啊。这个房间的颜色我喜欢。还有你更喜欢的。行，开上课了。牛肉身上总共有40个部位，该怎么烹煮？不知道。我给你个提示啊，
按照肌肉纤维可以分成三大部分：臀部牛排、牛腿心、猎眼肉、上腰、斜腹肉。怎么了？我肚子不太舒服，我上个厕所，再见。喂，老李，你到露台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大跑什么东西啊？你往前看。看到了，你看像你吗？像我个大头鬼啊！你给我等着。别闹了，今天还等着回去训练呢，我先挂了啊。拜拜。这环境真挺不错的。嗯。你干嘛呢？我在观察地形呢。什么地形啊？将军们家呀。啊，对，李可颂就住这儿。你怎么没早告诉我？啊？我没告诉你吗？这也是我住这儿的原因之一啊。肚子舒服多了，舒服多了，啊，可以专心上课了，啊。肩膀放松，手给我。你放心，我不让你被切到了。你看，若有若的纹理，你得照纹理切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被切到的。又一次被他这样抱在怀里，这个动作真的好神奇啊！我的肩膀一下就放松下来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好像我的一点点情绪都能被他感受到，我也能感受到他的温度。刀刃划过，肉质贴着刀锋裂开的感觉，原来如此微妙，能感受到每一道纹路是如何承受着锋刃掠过的。好像进入了江千帆那个所有感官都被成倍放大的世界，一切都变得奇妙起来了。哎，宝宝，你看这个放这儿好看吗？好看。不好看。哎，宝宝，你看这儿好看吗？也好看。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累了？那我给你揉揉。哎呦，这看来事儿不小呀。哎，宝宝，你就跟我说说到底怎么了呗。我说了没事，就是没事。宝宝，那要不我叫林可颂过来陪你待会儿。还是让他过来陪你待一会儿吧。怎么就那么巧呢？挨得那么近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哎呦，原来是这个事儿啊！我压根就没有把他当回事儿。再说了，有个朋友做邻居不是挺好的吗？之前你跟他相处也挺好呀，怎么你不喜欢他？他从乌镇追你到杭州，又到上海，你又追他追到这儿，你们俩就这么谁也离不开谁啊？不是，宝宝，你不会吃林可颂的醋了吧？啊，我跟他在一起都10年了，我们要有什么早就有什么了，我都没有把他当女孩。人是会变的，男朋友身边有个美女闺蜜，
搁谁谁心里舒服呀？而且他现在还是明厨的徒弟。那宝宝，你之前都一直在忍啊？我在观察。哎呦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吃宁可送的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没有你的前任们大度？你到底有多少前任啊？不是，怎么又扯到我这儿来了？我没有，我就你一个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吃过林可松的醋。他们？你还说没有？对，好好，我有，但我跟林可松真的只是朋友，不信你可以当面问问他。我哪好意思问人家这种问题啊？那我这人跳进浴缸我也洗不清了。不方便，一点都不方便，我这吵架呢。啊？什么？哎，行，那我问问他。宝宝，我们一会儿跟林可松吃饭，你一看就明白。这位呢是江千帆，然后这是楚婷，我女朋友。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能力也特别强，跟我一样。老宋，好福气啊！久仰了，江先生，您的两家玉轩我去过好几回了，非常喜欢。谢谢你。我们家可颂听到你们要来，开心到不行，非得要亲自下厨来迎接你们。谁们家可颂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啊，这个是小小意思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谢谢啊，我喜不喜欢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女主人喜欢就好。韩宁，韩宁，稍等啊！你们俩来了，你们站着干什么呀？你们坐哪儿？那儿有我沏的茶。你不是说给我帮忙吗？你上来呀！我上来了，你先进去。你快点啊！他就这个样，那你们先坐会儿，帮他们自己加。韩宁，动作快点啊！肖先生，你觉不觉得他们俩有点奇怪？刚才也不说话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。是吗？没看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准备有点匆忙。今天的菜品有红酒炖牛肉，在你们面前的是水煮龙虾，做法式博西纳 sauce。这些都是我在餐厅正在贩售的菜品，这个呢是牛肉生菜包，是我们家可颂宝贝花了一下午时间做的。楚林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您的口味，多担待啊。江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你准备的这些菜看着都太美味了。别夸奖了，来，为了庆祝你们成为我们的邻居 ，Cheers。谢谢。快动手吃吧。可颂宝贝啊，你今天辛苦了一个下午了，来，吃块龙虾。这怎么？有人在你会害羞啊？没事，来，我自己来。是不是好了呀？
我上去看一下。我陪你。不好意思啊，稍等一下。江先生真的是太浪漫了。有吗？他们好甜蜜啊。亲爱的，之前误会你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吃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当着他们两个的面那样对我，你干什么啊？我是在帮你，怕你看到他俩难过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你这人，不把你推到赛场上，你就不会赢。你信我，把锅端了。好。我说我来，你非得要自己端。来，小心烫。等一下，哎，老李，那个明天晚上我们家有暖饭 party， 你过来吧。对啊，我们还邀请了很多朋友，一起来吧。好啊，明天放你一天假。哦，对了，还不能空手去，咱们得报销整个派对小时。哈尼，我来教你。我只会做馒头，宝贝，我会教你啊。慢点，不用送了。可颂，你和江先生先回去吧。看到你们这么幸福，真替你们高兴。老宋今天也挺开心的，对吧？对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。没事，我陪你一起把他送回去。林可颂，你也一起去。啊，好，你小心点儿。走。来。我没醉，你别扶着我。往哪儿？先把他放在沙发上吧。走。你怎么到我家了？哎呀！不好意思啊，刚搬过来还没收拾呢，你们别介意啊。哎，要不要先坐会儿？不坐了，你们休息吧。好。依然来，我帮你把鞋脱了。小面包。躺着舒服点。回家了。难过了，他们已经密不可分了。在宋逸然看来，咱俩也是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以后他就不会来打扰你了。原来是为了这个呀、啊？当然是啊，不然你以为？不过你吃饭的样子还挺迷人的。嗯，胡说胡话。真不知道说不出来什么好话。江千帆这个人真奇怪，温柔起来就像另一个人，如果不了解他的真实面目，还真让人心动呢。我从来没谈过恋爱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做饭，请朋友来吃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啊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还享受上了呢？不过和江千帆演情侣也是甜蜜的牺牲呢。
帮忙吗？你来啊。喏，把里面浇一下。嗯。立刻才告诉你的吧，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知道我的藏身地了。对啊， Victor 关心你，我也关心你啊。奥利的味觉真的没有恢复的可能吗？查不出原因吗？很困难，我找了专家给他进行会诊，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一种很稀有的过敏导致神经元的坏死。那可能是什么呢？很难查出来。他的味觉大概是在七个月之前出现问题的，从时间节点上来说应该是在伦敦的玉轩刚拿到三星，或者上海的玉轩正在筹备的那个阶段。所以，哎，对了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最近这半年才开始使用，而且频繁使用的？比如？比如洗发水，或者沐浴液，或者香水、香薰精油这类的东西。其他的别人也在用，只是精油是他一个人用的。他一直喜欢香薰精油助眠，他这个习惯坚持了已经3年了。然后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帮他买的，我也在用。我明天给你送一个精油，华燕。好啊，但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没开过包装的。好，当然。你别再喝了，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。再大的压力我也能扛，是我心情不好。我还记得3年前我去伦敦看你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们要比现在快乐得多。是啊，可惜回不去了。你和千帆都是太要强的人了，为了玉轩能够尽快拿到三星，你们……可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们要那么多星星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对于奥利有，对于我没有爱，星星就是个屁。我还能喝。你喝醉了？没有，我一点都没醉，喝醉了心情才好。你都已经喝了20杯了，不能再喝了。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嘞。小面包，这什么东西烤糊了吧？不是，妮娜姐，做鲜花饼有用不到这么多鲜花的。啊，这不是吃的，江先生要用这花瓣儿。花瓣儿是吃的。
撒床？撒浴缸？强千帆谈恋爱了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不在上面厨房，在那边做什么？刀光练得怎么样了？不是答应好我说要跟我一起做派对的零食吗？哈尼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哈尼现在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说过哈尼吗？你这人别耍赖啊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你脸红做什么？瞎说什么呀？我看见你，我脸红什么呀？这儿红了，这儿也红了。我那个是这个烤箱热的，你不信你自己试试看吧。我看你是入戏太深了。你朋友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？你打算拿这些烤过的东西照顾他们？你要是不想让我给你丢人丢得太惨，你就赶紧帮忙。我今天很忙。只要你今天帮我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厨。我就给你按摩15分钟，然后呢，可以扮猪，可以扮狗。先攒着吧，我今天没心情。小凡凡啊，你火了。哎，去拿点法棍过来。干什么用啊？教你做普切塔，简单省时又好吃。好的。在我旁边，我就能做得又快又好，看着视频就做不到。他身上好像有种魔力，能让人特别放心。我该不是依赖上他了吧？不能依赖他，要让他依赖我。天哪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呀？我喜欢的是宋逸然。这么好看，就像古希腊的雕塑一样。老天爷，你最近的安排让我有点神魂颠倒啊！我无以回报，只能吃更多的好吃的来报答你了。好漂亮啊！看过了吗？嗯。剩下自己做，我得出去一下，晚上好好玩。你不和我一起去吗？
我有事。姐，快递，你等一下啊。 从伦敦空运过来的蛋糕，回去赶紧放冰箱，全冷链运过来的。江先生也不吃甜食啊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您签字吧。啊，谢谢。 姐，我来，你把这个放进去吧，这个好像放到冰箱里了。哎，好。小心哦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伦敦玉轩寄过来的。今天谁过生日啊？今天江先生生日，伦敦的大家肯定很想他。今天江先生生日？那他怎么也没说啊？ 他不过生日的，不喜欢过生日，还有人不喜欢过生日啊？他不喜欢过生日，为什么还要拿着花去找伊丽丝啊？这个你还是自己找机会问他吧。 说自己跟伊丽丝只是同事，怎么有事就跟他一起出去啊？连告诉我一声都不乐意，还是在生日这天，什么情况啊这是？哎呀，林克松，人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江千帆的事只有厨艺跟你有关，你在乎他的过去干嘛呀？ 说实话，这个面包不是你做的。我就切了个面包，行吧？我知道。玉然，真讨厌你。啊，张大厨呢？还有事出去了。你出去正好。王婷，好久不见了。 要是放在以前，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着把我给赶出去。你会说，出去，把气息调整好再进来。你说过，做菜是让人感觉到幸福。 让人感觉到快乐，所以做菜的人也应该是幸福的。但从你离开以后，不管我用了多少力气，我都没有办法再向你靠近一步。 甚至有时候，我会很害怕，那种害怕，它跟死亡很接近，比生活艰难多了，但又比死还轻盈一点。 我试着用过你告诉我的方法，把自己掏空，也许让心空荡一点，能够让自己好受一些，但没有用哎。
甚至没有办法靠近那个原来的自己，那个热爱生活、喜欢冒险的自己。不过，还是有一些好事的。即使在状况那么差的时候，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人，他还挺特别的。有这个人出现以后，最起码，起码他填补了我心里面一些缺憾吧。我会好起来的。那个人不是我吗？蒙哥马利先生，我又陪千帆来看您了。与您相识是在您的葬礼上，但是谢谢您，让我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虽然他并不这么认为。你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不，奥利，我要做唯一重要的那个。我们就是工作伙伴。果然你们俩在这里啊！我没想到你会来啊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今天是什么日子。那赶紧进去吧，大家都在等你了。走。啊，干嘛呀？不许走！С днем рождения тебя！生日快乐！我没猜错你的年龄吧？你记得没错，我比你小七岁。谢了。等等，蛋糕不当面吃，太辜负了我的心。你要知道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你示好。算了吧，鲍里斯，你能安什么好心？我告诉你，千帆不记恨你是他大度，但是我很小气。你来玉轩找茬两次，咱们账还没算呢，谁吃你的破蛋糕？空听小姐，这是我跟江千帆之间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千帆，你用女孩挡挡箭牌可不像你，你在怕什么？你从哪里看出我怕？好啊，那我就问你，你是个最追求卓越的人，怎么能随便收一个俄鲁公主当徒弟？哎，伊丽丝给出的官方档案我知道，但你我也知道那是假的，因为我太了解，我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更深。你把获胜看得比什么都重，收了林克松当徒弟，比赛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，你心里很清楚。这都不像你做的事情，除非还有别的事情比赢得比赛更重要。行了行了，鲍里斯，我可真佩服你，你太有想象力了。千帆就算有什么困难，有我帮助他，他用得着单收一个徒弟？简直笑死人了。我要听你说。那我就说给你听，我是因为你我才参加比赛的，也是因为你才当这个导师，更是因为你我才收林可颂当徒弟。因为要赢你实在太简单，这答案你满意吗？
你要激怒我，让我失去判断，没那么容易。随便你怎么说。伊丽丝，走了。这个鲍里斯，他对你比对自己还要上心，不知道他知道多少。他现在应该还只是猜测，不然不会做蛋糕给我。还好你反应快，我还真有点麻烦。咱们是一体的，没什么好泄的。现在只有我，还有我妈妈和谢医生知道，我们都不会泄密的。至于妮娜和李燕，咱们能做些什么来打消他们的疑虑呢？什么也别做，现在一切保持如常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没有任何证据，他也不敢随便公布。你别担心，现在有林可颂在，下期的新菜我一直在开发着。所以，林可颂成了第一个试吃的人。奥利，你为什么这么平静呢？狂暴和失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。我是说，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呢？要怎么解决？祷告，祈求宽恕，想想做错的事，也许上天会给你一线机会。我做错什么？我不需要任何人宽恕。你是不是有点发烧？没事没事，我只是累了。我送你回家。忘了，怎么了？不能喝酒。你来 party， 你不喝酒，你来干嘛？不是，江先生说了，学习期间不能喝酒。你学什么呢？我学厨艺，要参加一个比赛。哎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明天早上还要上课呢。你们先玩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那我送你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不能走，这 party 刚进到一半，你就要走了。宋逸然，你没劲了啊！不能走。干什么呀？弄疼我了。宋逸然，行，那我不弄你了。反正呢，你就乖乖的坐下。如果天亮之前你走了，你就不是我兄弟。来，继续。我这对好了。喝点热水。本来想给你做点吃的，但你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你先喝点热水，我去给军兵打电话。不用，我没问题，你就陪我坐一下。太晚了，不坐了，我先离开，要好好休息。奥利，等等，留下来。伊丽丝。别走，别丢下我。我们说好只做工作伙伴的。你真的不想我吗？我们试过了，但不合适。放开我，好吗？我放不下。我爱你。你呢？我对你说过，我们之间的情感不是爱情。我们不是爱情，你跟我在一起，然后偷走我的心又跟我分手，半年后却告诉你对我没感觉。你知道这句话有多伤人吗？这就像拿着刀子在我的伤口上又狠狠地划了一刀。因为诚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故意伤害你。每次看你痛苦，我也很难受，但我能做什么？我只能对你说，你
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。I just wait for this moment.跟他说呢，谁要是有福气成为江千帆的女朋友，那绝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那你们俩等一下，我要刺激你们一下。可颂，快来。可颂就是你们说的有福气的人。天哪，可颂，你把他给收了。完了，我就心慌起来呀。不能矫情。不是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是，得了便宜，要卖乖。怎么会呢？我看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甜蜜的要死。朱婷，误会了，他那天就是闹着玩的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啊，我真的该走了。要走了？那好吧，趁那个傻逼没发现你赶紧走吧，不然又要闹了。走了，嗯，闺女。争点气，就算。多亏了这几个八卦女生，在网上胡乱搜江千帆，结果搜到了一条重要信息。原来四年前的今天，蒙哥玛丽在海上遇难了，怪不得她情绪这么低落。你人怎么跑了？你给我回来！别闹了。9点之前必须回来洗澡睡觉。回来了，江先生，你回来了。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，没事吧？我是不是一个特别糟的人呢？你当然不是啊。你还太小了，有些事你不会懂的。经验丰富着呢，小时候看了很多电视剧的。这么二弟好玩吗？那起码东西好吃吧？当然好吃了，他们5秒就抢完了。10秒，5秒有点夸张了。大家好，去，弄弄赶快睡了，我先进去休息。这个人看起来喜怒无常，但其实还是挺重情重义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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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的时候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爸就会给我煮这个面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面。先是把这个肉呢煸出油来，然后再放入香菇和青菜，然后调味勾芡。最重要的是呢，面出锅之后一定要过一遍凉水，这样呢既可以给面降温，还能保持这个面的 Q 弹。最后再加一点醋，完美，是吧？味道怎么样？我替你评价吧，这个肉的香味呢，和这个蒜还有香菇融合在一起，一种温暖吧，就是从舌尖到心底，太感动了。可惜啊，这个葱蒜炝锅的步骤虽然对，可惜时间太短，香味应该没有完全激发出来。还有这个肉丝，你吃不吃？你不吃我吃啊？谁说我不吃了？好吃吗？嗯。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做半天我都没吃上。你也太不斯文了吧！我妈说了，吃面的时候呢，必须得出声来，这样才好吃。是吗？嗯。我是。你为什么声音比我大？你试试。行，看我啊。嗯。